废话，还能有谁？还是一点都没变。稍微想了你吗？我也想你。谁告诉你了？你干什么？帮你按摩呢。看什么？开车。 不行，我就要这个。不用，我还要像小时候。 男人和男人，变态，找死是不是？那两个男的，你说你会对我好，一辈子。